要拍，要拍的太多了。真要拍的太多了，看不出来。特殊又才华呀。这一家的好像比较好，这好像比较有点爆出一点的感觉。来，赶快沾完沾花生酱，还不错。这是要换鞋子的厕所。那就海边的啊，你搞头啦。他会传那个群组，你不用拍也我不用拍啊，帅哥辛苦你了。好，我回去再传。好，做多一点哈。好，专业一点哈。好好，也要请你抽烟。不要不要，我不抽烟的。人家不抽烟也要请人家抽烟是什么？楼梯比较陡哦，来，我们一起走。我在走楼梯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开了，要收起来。大家哪会走那么快做啥？因为下雨，大家其实不太想那个淋雨中。不过这里风景还蛮漂亮的呢。独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非常的独特。下次再来玩啊！再来玩一趟。
这阶梯真的还蛮陡的。